对，朝这个方向努力了。各位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黑人郑金东 ，Love Life Baby。Love Life。大家好，我是青青。大家好 ，Love Life。Love Life。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你的生命。接下来我要把时间交给黑人，稍微来讲述一下自己这次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哦，那绝对是来观光了。所有去渔人码头。哇，那个走了一遍金门大桥也不错。那这次很开心，就是生命河基金会，邀请，我还有青青一起来，让大家看我们在之前就拍了一部电影，就是《奇妙的旅程》。那真的很开心。然后后来慢慢的这几天跟会长在聊天，然后我在台湾做的事情呢、啊，其实奇妙的旅程只是让我开始要帮助很多儿童癌症的小朋友。那我也发觉后来生命和基金会一直在努力做帮助别人的事情，那也不是仅仅是帮助在华人的朋友，可能还有其他种族、其他肤色不同的一些族群。那我也期许我未来可以做更多这样方面的努力。那也希望在这个电影里面呢，我不敢说有没有启发，但是至少我希望今天大家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早晨看完这部电影，是拉近我们彼此的关系。青青，因为我一直都在写关于环保或者是就是关注社会上面角落里面的那个议题，刚好黑人也是常常在做公益，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这样的国片，国片哦，国片要支持哦，因为国片好不容易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所以你们一定要给我们大大的掌声 ，OK？ 谢谢，美国旧金山的首映会就在这里，谢谢大家一起大早，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开始来一同观赏这部电影，也我们让黑人跟青青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等电影过后呢，他会再出现跟大家来分享他们拍《奇妙旅程》的经验。先看电影，再聊天。再聊天。